案不完成，能突然拿出那么一大笔钱替补我的嫁妆，还是安和的救命钱。我得让夫人自己发现安和的赎金在孟安城的手里。娘，安城说了，您这次去乡下休养，不方便携带贵重物品，让儿媳先替您保管。这上面可是有我家银票的专属印记，当初给安和的赎金也是一样。你要非不承认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就当孝敬您的养老钱吧。之前我还纳闷，安城手里哪来那么多钱？难道真是安和的赎金？把东西放下，走吧。是。